代周燕孟县为天下事，暴打不平，三拳打死，严斩博才正途，撤了官司，来到这五台三堂，拜在执政长老名下为徒，看看奸尽一在。哎呀，下晚餐在山下，这大堂的酒，这大饭的肉，每日不离口啊。哎，这自从当了和尚，受了三跪五拜，把个身子弄得精瘦，口中淡得出尿来，这日子如何挨得过？我想纵使成了西天活佛，也莫有那什么好处。今日看天气晴朗，俺不免抵了这拖延三门下山走啊走。在山上运着风笛，日转三夕，这五彩纱果然好景真也。有一汉子挑着这脸孔，莫非是酒？待帅家夺过一盘，看他挑往哪里去卖。待帅家夺过一盘，看他挑往哪里去卖。我看他跳往哪里去卖呀？卖酒啊！卖酒啊！好久没见，把酒啊，你这汉子来到房山，何不歇歇再走？哎，这个房子我怎样歇歇？歇歇再走，歇歇再走。老师傅知道了，拿去我要顶装
发跪的。哦，要顶撞。哎，要顶撞。那还要发跪、哎？还要发跪？那老和尚又这样狠？哎，啊，他又这样。哎，又这样厉害？又这样厉害？哎，又这样狠？娃娃，你这酒满一桶就摔下去。老师傅，仙女们乃是娶家之人，哦，要改酒娶婚呐。什么？要改酒？哎，改酒。哦，还要娶婚？哦，要娶婚。娶婚呐！老师傅，言不发笑啊。卖别酒的。老师傅。酒就嘛一桶就摔下去啊。哦，你要起酒啊？嗯，那就拿着来呀。拿什么来呀？拿钱来呀。哦，不到要我钱啊？拿钱来。嘿嘿，要我钱摔下这里有他一个火灾又拿来拿钱。酒买一桶你摔下去，我买了。摔下有钱给你了。有钱我也不买啊。不买，嘿，不买，不买挑起走你娘的。这个老师傅太乖了，我不都还在这陪着你呢。我又看他挑往哪里去买。你管我挑到哪里去买呀？我看他挑往哪里去买。你管我挑到哪里去？妈的！你怎么当局摔下的去路啊？你如何当着我的嘴？你说你的，你说你的，我看你跳往哪里去买？你管我跳到哪里去买？我又看他跳往哪里去买呀？哎，你如何又当局摔下的去路啊？你如何又当着我的嘴？你说你的，你说你的。看你跳往哪里去买？你把我跳到哪里去买？这个老师傅啊！
管我跳到哪里去了。酒，你到底是买呀不买呀？不买，不买，买不买？你今天再敢讲三国不买，哎呀，气死我老孙子了！就是我的，钱是你的，完全是三个不买，不买，啊，我三个不买，十七八个不买，不买，我就是不买。哀家今天要买要买。就我是要买，我就是不买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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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不买哎哎哎哎不买哎哎哎哎两桶酒气得把你给干干净净，帅家吃了这两桶酒，帅家与他耍笑我一番呐、啊嗯。好了，酒气完了，到这要钱呐。老师傅啊，你酒可好啊？好酒，好酒啊，好酒，好酒，那就拿得来呀。那是我来呀，拿钱来呀。哦，什么？吃酒还要钱啊？啊啊啊！哈哈哈老师傅，吃酒不要钱，那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好，要我钱。啊，要钱。你到三善长老那里去取。啊，回山去。哎哎哎，老师傅，哎，老师傅，老师傅。老师傅，你要我到三山长老那里去了？我要是买酒给你吃，被长老知道了，那就我要顶撞罚跪。那好，今天这酒，就算帅家与你化了个月，又与再生一般呐、啊。哎，老师傅，世界上只有年近再生。那就酒入再生喽！酒入再生，功德最大。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够了你的本量，够了你的本量！啊啊啊啊啊！哎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像我们那是小买小卖。只有赚得起，又哪里撇得起咯？好，这钱你拿着去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这么大的银子，哎，我那担酒抵不得这多钱。哎，老师傅啊，我那担酒抵不得这多钱，
请你换成水的。啊？底部的多，换成水的。哦，底部的则是多。底部的多。那既在你这里，摔下下次。怎么下次啊？下次你莫非有话不买了？买买，下次有。这边才是，这边才是啊。想啊，罗志深，这上山以来唯一曾经我在上山亭张了眼道，我的身上放大保护给你，我的好爽快呀！老师傅，你就是罗志深吗？哀家正是罗志深，你敢这样？你敢这样？哎呀，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多有得罪啊！你又是怎样知道衰家的呀？我在三餐厅张老眼道，你那是真大宝物品的地球好汉，方才拿到酒，就算我给这金子，还是还给你。你。买小买小买，只有赚得起，哪有贴得起？这银子，你拿去！别拿去！别拿去！哎，老师傅，你又是喝醉了啊？帅家，我有罪，我有罪呐！还是没有对劲。天色不早，帅下要回山去了啊！我也要下山去了。是告我辞了，老师不好走。告我辞了，少说。帅下告我辞了，老师不好走。你看老师傅吃了我这坛酒，就是在昏昏沉沉，但我刚上前去送他一程。哎呀，死不得了！我要是卖酒给老师傅吃，被长老知道，那就要顶撞罚过。看天色不早，我也要下山去了。乱世哎呀，英雄啊，天下百国在那个五台山呐、但是那个大师镇关西，我是说不为人三不宽三高三。叫他，还不要逼疯。
门毕了。哎，师傅，开门啊，开门呐、啊！你不开门，摔下就要去把火来，烧了你念的寺院呐，烧啊！你真的不开啊？那摔下就要打了进来。看你罗汉说的倒是有趣啊。像帅家自上山以来未一曾发缺，今日嘛趁此酒兴，不免学他一学也好，见身子松动松动，有何不可？
帅将，若把身子一动，那山门他倒下半边来了。